然後第八咧就是今次所講啦，就係、我一齊讀嚇。我哋靠主處理所有實際生活中嘅問題。以上所講咧，好多係內心，唔好俾人影響，唔好俾環境影響，唔好俾罪影響，唔好俾自己嘅以前傷害、負面思想、情緒喺你裏面發生嘅事。咁但係我哋裏面處理咗，出邊冇處理嘅時候一樣有問題喎。即係譬如我哋啲嘢亂曬龍，同人關係唔好，你點樣處理內心？出面如果處理不好都是不行的，所以呢我們要實際處理實際生活中所有的問題的。好了，那它分了幾個部分的，甲呢就是處理個人的問題，即首先搞定自己先。好了，一張好。第一呢就是沒有動力或者沒有方向，加上來沒有方向和沒有動力，因為 我沒有寫下來，沒有方向和沒有動力。你要專心仰望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路。好啦，即係話咧，嗱有時人話：哎呀死啦，我都唔知道做人為乜嘢，日翻工放工，哎呀咧做日常做嘅事，好似個人咧唔知道做乜嘢，好似冇乜動力咁樣，唔知道做啊，即係冇乜方向咁樣樣啊。咁如果一個人冇方向，或者哎呀我家庭好多問題啊，搞到我自己冇方向啊，咁嘅時候咧。即係佢就算好多錢，樣嘢好好都好啦，佢自己都好似做人冇乜意思嘅。所以我哋呢個本人，我哋要處理自己有方向，我哋係有意義嘅、有目的嘅。咁啊，聖經即係講到話咧，佢一定會指引我哋嘅路，一定有條路嘅，係一條路為我預備好嘅。同埋喺詩篇139篇16-18節，我哋都常用呢個經文嘅，就係咧。你所定嘅日子，我尚未到日，你已經寫到你嘅冊上。神，因為生命有計劃嘅。即係我哋每一個咧，如果有時話：哎呀死啦！我冇人生冇方向，人冇方向，但係神有方向。如果個人想用自己嘅方向揾咧，佢就未揾到。但係喺神嗰度咧，係個個人都係神一定要祝福我哋，定要使用我哋嘅。只要你願意俾神用就得噶啦。咁有啲人話：唔係咧，我真係唔係好得㗎，我真係好軟弱㗎，我冇乜信心啊，我冇乜能力㗎。咁即係好多人都會咁講啊。咁其實咧，神會俾足夠能力嘅。所有嘅我哋嘅軟弱或者我哋嘅能力唔夠都好啦，呢啲係人嘅欺騙啊！即係話俾自己聽，我做唔到。其實喺神嚟講咧，神係凡事都幫助我哋嘅。咁聖經亦都講到啦，神咧使用嗰啲愚拙嘅，要有智慧嘅羞愧喎。即係一個人你覺得佢哎呀，好似冇乜聰明，咁佢有咩用咧咁？我認識曾經有一些細胞小組是怎樣，是一些有弱智的人的細胞小組，而帶領這個細胞小組的人都是一個有些弱智，講話呢當然講極都講不到，講得很慢的，但是他是這個細胞小組的組長，他雖然有他的難阻，但他呢有一個愛耶穌的心，他去作見證，去幫助其他那些跟他差不多的人，他們又得到幫助，即是說就算一個他的智能是比較弱的，或者他的體能比較弱的，神都用我們的。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個叫 Nick， 我忘記了他的姓名，他就是沒手沒腳的嘛，那就哇在人體上來真的沒什麼希望的，是不是？但他會為自己找出這條路，即是神給他的路，他呢會發揮自己去訓練自己，他自己能夠照顧自己，並且他四圍去講很多的很多的講座去激勵人，怎樣能夠呢，即是我們的生命是無論你有什麼限制都不緊要的，都可以發揮出來的。所以如果我們的心中說哎呀我沒用的，你我太平凡了，好像 Nick 那樣很不同，但好像 Nick 那樣的人都有很多的，即是有很多人都是有殘障的，那他們都沒有發揮出來，但是 Nick 就是有這種衝破的能力，靠著耶穌衝破的。咁我希望呢度每一個人，你相唔相信神係俾咗你方向咧？你相唔相信啊？你同隔離嘅講，神俾咗你一個方向嘅，神俾咗你一個方向嘅，呢個方向最好嘅。希望我哋真係深信神呢個方向。你係咪好深信呢個方向啊？你好深信神俾呢個方向，請你舉手。有幾多個你好深信神俾呢個方向？咁就係主。咁你去尋找一步一步去尋找，自然咧神就會一步步指示你嘅。所以我哋搞掂自己，就有啲人覺得，哎呀，我都唔知道做人做乜嘢，好似冇方向。
或者冇動力啊，喐唔到啊。咁咧，我哋一齊讀呢個經文啊，《使徒行傳》四章三十一節。禱告完了，聚會的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放膽講論神的道。嗱，呢個經文咧，我哋睇過好多次，我哋就成日都覺得哇，初期教會好勁。但係其實今日一樣好多神蹟奇事喎。我哋中間我哋都有不同嘅神蹟奇事發生喎嚇。啱啱上兩個禮拜都係Olivia分享佢自己嘅經歷，即係睇到神嘅工作。咁我啱啱咧就帶領完兩日嘅聚會。喺星期四、星期五，咁咧就後面有兩個姊妹都係有參加嗰個聚會嘅。咁有一個人咧，佢嘅三年咧係冇月經嚟咗，三年。但喺祈禱嘅時候咧就好痛，痛完之後咧，居然開始月經又嚟。兩日問佢都有，佢話我一路都冇細路仔，但係咧而家開始月經嚟咯。我就呢個真係一個神蹟啊！即係我佢都冇話俾我聽到話佢有呢個問題。咁只係祈禱，祈禱嘅時候咧，佢就嗰、那個部分咧就好痛，跟住咧佢痛佢都話問我唔知做咩事咧，咁我話我都唔知咩事，咁你認曬所有嘅罪，耶穌釋放你個靈去親近主，耶穌洗啊潔淨你啊啊清除所有嘅唔好嘅嘢，然後神嘅祝福嚟到身上，跟住佢遲啲就話俾我聽啦，即係神係好真嘅，我哋信嗰個係唔係牧師，唔係牧師祈禱好勁，係神好勁係咪？咁神好勁嘅時候，你哋得唔得？得嘅，只要你肯用就得嘅咯。所以佢哋一齊祈禱嘅時候咧，聚會地方震動。咁呢度亦都講到一個祈禱方式，就係、是、集體啊。如果你揾到一啲弟兄姊妹或者一啲同你同行嘅禱告伴侶，一齊多一齊禱告咧，係能力更大喎。因為點解咧？一齊嘅力量，聖經都講到啊，耶穌都講到啊，你同心合意嘅祈禱嘅時候，必定為你成全嘅。所以我哋同心合意禱告。神的能力是很大的，也都是有，即是我曾經解釋過這個五性的祈禱和靈性的祈禱。五性祈禱就是為到不同的事情祈禱，但我們不是只為到事情或者人而祈禱，而是呢靈的祈禱，愛慕神，用心靈誠實，整個心靈整個靈魂去愛慕神的時候，神的同在是更加強烈的。聖經講到、神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，在詩篇二十二篇第三節，即是祂當我哋讚美佢嘅時候，佢嚟到我哋當中嘅。而我自己咧，當我投入用整個心靈愛慕神嘅時候，好明顯睇到神嘅同在更強烈嘅。咁一陣喺祈禱嘅時候，我就會同大家一齊去再示範一次，然後咧幫助大家。最緊要係你自己學到點樣祈禱。當你學到嘅時候，你要繼續去多去親近。即係我自己參加過好多年嘅復興聚會，同埋我一路保持好即係好長嘅時間祈禱。啊！好多嘅祈禱同埋全日都係祈禱嘅狀態，咁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神嘅恩膏一路都喺我身上。我有一班弟兄姊妹一齊去參加聚會嘅，當時喺1998年嘅時候，但係嗰班咧有啲保持到成年充滿，有啲係保持唔到嘅。即係如果我哋願意嘅時候，我哋多親近神嘅時候咧，神就同我一齊。你信唔信呢個能力啊？所以你話：哎呀，我冇方向，我冇能力，神一定會俾我哋方向，一定會俾我哋能力，一定會祝福我哋嘅。所以唔使擔心嘅，係咪啊？所以你有咩問題？哎呀，死啦！我唔掂喎。有時啲基督徒，哎呀，呢排我好弱啊，好弱咧，唔緊要噶，神就俾我力量噶，係咪？呢個係一個欺騙嚟噶，即係一個欺騙，就係我哋嘅罪性情話俾自己，哎，你好弱啦。咁我哋就相信，我而家好弱啦，冇力量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即係有啲基督徒好多時都話，哎呀，我呢排好弱啦，冇力量啦。佢時都係個低嘅狀態，其實。神是给我们的心意是个个都可以在一个强壮的状态的。那你说行不行啊，真的是不是行不行呢？其实很重要是信心。很多人为什么经常在一个软弱的状态，有个原因的。哎呀，我又做得不好了。这个自我批评，自我定罪，自我控诉。哎呀，这排做得不好了。不好的神不喜欢我了，我又没有力量了。其实神讲了的，当你有罪是怎样啊？悔改認罪，神就點咧？神就赦免，就唔使擔心。但好多人咧就，哎呀，呢排我弱咗啦，哎呀，我又軟弱啦，我又冇祈禱啦。如果你冇祈禱，咪即刻開始做咯。你冇睇聖經，咪開始做咯。如果你犯咗罪，咪求主赦免咯。即係乜嘢都可以即時就處理嘅。嗱，如果我哋同某一個人發生一啲問題，咁我哋都去和好。如果佢唔肯和好，我哋盡咗力，我哋就放手啦。即係有啲事好棘手發生。
我哋都可以處理之後咧放手啦。或者有時有啲事咧，唔係一下子處理到，譬如話翻工嗰度咧，哇，同啲人際關係好麻煩，結果人咧就好煩啦。其實係咪需要煩呢？咁我都曾經講過，人嘅問題唔使孭在身上係嘛？即係我曾經用個比喻講，好似人將啲糞啲大便啊淋喺我哋身上，我哋需唔需要領受呢？唔需要，梗係走啦，係咪？即係唔好嘅嘢係佢嘅問題，我唔使孭在身上。佢有個問題，我唔使孭在身上。但如果係我哋嘅關係，我就盡力對佢友善，盡力對佢好。咁我意思係咩嘢？所有問題都可以處理嘅，即係冇一樣問題咧係大到咧，你棘住你啊神啊，我真係哎呀冇辦法有力量啊，哎呀真係唔掂啊，係冇一樣問題係會大到咁樣嘅。嗱，當然我都承認有時人生有個轉捩點，可能係好難面對嘅。譬如真係有個人佢嘅丈夫妻子離開，係好難面對嘅。咁嗰陣時即刻揾人去幫助，一齊去禱告。咁嘅時候咧，喺呢個好困難嘅時候，係可以克服。唔使幾年都好低沉嘅，係咪？唔使連長嘅時間低沉，幾困難嘅事發生都好啦，都可以靠住耶穌得勝嘅。尤其係神禱告嘅時候，神有神嘅力量啊！哥林多後書5:14一齊讀啊！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，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，眾人就都死了；並且他替眾人死，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，乃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咁呢度講到咧，就係基督嘅愛激勵我哋啦。嗱，基督嘅愛咧，我哋好多時都會諗到基督嘅愛，但我哋未必將呢個基督嘅愛咧放得好個人性。嗱，我覺得好個人性，即係點樣咧？神而家好愛我㗎。嗱，你跟住我一齊講啊，嗱，黑文一齊講啊。主耶穌而家好愛我㗎。耶穌而家好愛我。而家度喺我前後環繞我啊。而家喺我前後。按在我身上。在这里祝福緊我，神真的很歡喜我的，他因我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，且我喜樂而歡呼，所以我是非常幸福的，神將很多恩典給我的，我是有福的人，我是被愛的人，分分鐘被神所愛的，感謝主啊，可以享受神的愛啊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可唔可以人都係咁樣啊？哇！我都經歷困難喎，唔好以為我冇困難喎。我都經歷困難，我咩？神而家喺度睇住我，而家喺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我身上，神而家祝福緊我，神一定幫我嘅，冇問題係太大嘅。呢啲咩人嘅問題？只要我竭力，我唔好做錯事，我唔好同人哋唔好，我只要原諒、饒恕，請佢又饒恕我，咁咧我盡力去處理就 OK 噶啦，唔死得嘅，冇問題。太大嘅咁樣得唔得？即係日日都話耶穌愛緊我㗎，我真係好幸福嘅。你諗下，如果地上嘅君王，即係譬如地上有個君王好愛你，你梗係會覺得地上嚟講咧，你唔使擔心。但我而家係有天上嘅萬王之王愛緊我哋，係咪啊？係咪好勁啊？但係好多人咧，知識上知道，但係唔能夠放喺生活裏面，因為太遙遠啦，神太遙遠啦。但其實我哋經歷聖靈的人其實有一個額外的幫助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平安。其實是信耶穌的人都有的，其實是信耶穌的人有的，信即耶穌祈禱都有平安的。我記得我在以前信耶穌已經有這樣的讚美，神有喜樂的，不過我當時不知道，一路加強的。但經歷聖靈充滿的人是更加強烈經歷神的同在，讓我們更加知道神的同在。但雖然我們的信心是建基於聖經，神是聖經話語是真的，神真是幫我們的，真是愛我們的，但我們的經歷是告訴我們，在日常生活在困難的時候，他真的跟我們一起，那我們日常都說神愛緊我的，那的時候神的愛就激勵我們，是不是？心裡面呢就會沒有擔心。那我都告訴大家知道，我都是面對一些事情要處理的，但我就決定不給他影響，我將它分析分辨，這個人的問題，因為我的問題呢，如果人的問題，我盡力去處理，處理了之後我就放手了，即是我就決意放手，不要被他影響。就算他對我態度不好，就算他做些什麼不好，就算事情有不順利，我靠耶穌，我做好我應該做的，我就可以放手。
你試下去做得唔得？我想聽下你哋嗰啲見證啊，即係能唔能夠將輕鬆得勝處理到，即係處理到我哋嘅生命有咩問題都可以處理到嘅。而家呢度講嘅就係實際上，如果我哋生命裏面有啲乜嘢搞住我哋嘅、攔住我哋嘅，我就去處理啦。有冇問題啊？大家如果諗到都可以有啲問題可以講出嚟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係人咧會有一啲嘅唔好嘅習慣啦。唔好習慣呢度雖然有講到啲睇電視上網嗰啲，但其實有時啲唔好習慣咧，未必係咁樣嘅。有啲愛主嘅基督徒都有唔好習慣嘅，譬如對自己要求太高都係唔好習慣嚟嘅，對人要求太高又係唔好習慣嚟嘅，成日批判自己又係唔好習慣嚟嘅。咁我哋要留意我哋有啲咩唔好習慣，我哋一齊讀下。説傷害人的話，日夜顛倒，沉迷上網，遊戲機和色情，按電視，低沉。脾氣、醉酒、沉溺、各種興趣玩樂。嗱，呢個我講睇電視，我唔係反對人睇電視、上網睇新聞啊。我亦都唔係話基督徒唔可以睇任何嘅電視節目，但係我意思即係沉溺啊，即係時時用長嘅時間。我就覺得咧，盡量少用時間睇電視為佳啦。但係我知道唔係個個基督徒一樣，唔係一定睇電視係沉溺嘅，但係有沉溺嘅情況。好啦，有個人佢又好肯聽神話，佢又翻教堂喎，但係咧喺個生活咧日夜顛倒嘅，即係喺個生活上咧，譬如食嘢又唔食嘅，嗰啲嘢咧食又嗱，譬如我識得有啲基督徒咁嘅，曾經係基督徒，佢一個禮拜先洗一次碗喎，佢食完咧碗搭曬喺個瓷盤嗰度，到時一個禮拜一次啊洗一次，咁我同佢講過會生菌嘅。嗰啲點會生菌？你第日食咗好嚴重噶，即係呢個係佢生命中嘅處理啊！即係有啲嘢我哋要處理嘅，咁咧係包括壞嘅習慣，壞習慣未必係一定咩人嘅，有時就係個人思想成日都轉牛角尖，呢個就應該係壞習慣嚟嘅。即係我唔去呢度列曬所有嘅嘢，但係呢個其中一部分講傷人嘅説話，即係好易講嘢激人啊，又話人唔好啊。譬如兩夫妻，基督徒夫妻都好多係咁樣嘅喎。又話對方不好啊，又問對方啊，硬係用一種負面的方法啊，咁呢個都是不好的方法，即係一個係對佢生命一個拆毀嚟嘅，日夜顛倒啦。咁有啲人我都唔係好顛倒嘅，係一兩點瞓啦。其實咧，人有個時鐘嘅嚇，有個時鐘。如果我哋能夠盡量 keep 到十一點瞓係最好嘅。咁我知道有代禱嘅弟兄姊妹係非常有愛心啦，佢哋犧牲佢哋瞓覺嘅時間。咁咧，佢哋會禱告。咁我都鼓勵嗰啲有代禱嘅弟兄姊妹咧，你就嗰晚你就即係你係夜晚禱告咧，你就第二晚都早瞓，即係唔好晚晚都跟翻嗰個夜間嘅時間，晚晚都係咁嘅時候咧，係會即係影響健康嘅。咁亦都可以嘅話咧，我都鼓勵弟兄姊妹唔好做夜間嘅工作。不過有時咧，冇得選擇。咁咧，呢個我知道係有困難，但係你求神俾你，因為長期咧。在一個好夜瞓的狀態，或者夜晚唔瞓要做工咧，你發覺啲人嘅面青嘅，咁佢唔係就係面青嘅，佢身體裏面會有一啲問題出現，因為我哋身體有個時鐘嘅，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跟從神所創造嘅時鐘咧係最好嘅。咁但亦都瞓覺當然嘅，呢度亦都包括心境啦，心境好先瞓得覺，健康啦、運動啦，因為人嘅身體係有毒素嘅，呢都係照顧身體之一喎。下面有講到健康，不過我而家都可以講一講。咁我自己敏感到毒素咧，點樣敏感到咧？我發覺其實我自己有做一啲排毒嘅方法嘅。除咗我食有機嘅菜啦，有機即係生果啦，我係盡量日日都食嘅，同埋飲水啦，同埋運動啦。我就發覺有時咧，譬如我宣教或者有時有機會未做到一段時間咧，又跟住我做翻咧。跟住我做運動咧，即係排毒之後咧，我就做運動。我發覺佢出嚟嗰啲汗咧係特別臭嘅。你知覺下，你留意兩款。係，咁咧就發覺咧做開嗰輪咧，嗰啲汗冇咁臭喎。即係話身體裏面有啲毒素存咗喺度啊。嗰啲毒素咧，當咧排毒嘅時候咧走出嚟咧就特別臭嘅，即係聞到嘅。即係如果你試下運動一下咧，你就會聞下你啲汗咧。你留意一下你的汗味咧，或者有時唔係運動啊，你行得快，咁你身體要出汗啊，你件衫咧聞一聞嗰陣味咧，如果係好強烈嘅味咧，你裡面可能嘅毒素咧係未清嘅。
咁其實人多數都有毒素，因為呢個環境實在好多嘢唔係咁好嘅。咁其實咧，呢個係對於我哋嘅身，即係整個人嘅生命嘅發揮嚟嘅，亦都影響我哋嘅情緒，影響我哋瞓覺嘅，係咪？所以既然係活在世界上，係咪應該活得更開心啊？更加豐富啊！即係處理所有可以處理得嘅嘢。即係有啲唔好習慣，譬如有啲人成日都係食薯條啊，成日都食嗰啲麥當勞啊，日日都係食嗰啲嘢，哇！即係個身體真係唔乾都難啊！即係裡面係好多問題嘅。咁我亦都體會到有啲弟兄姊妹唔係好似即係有其他嘅，可以真係成屋企有煮飯食啊咁樣。即係我知道係困難嘅，但係都盡量揾一啲解決方法。咁我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提議俾大家即係點啦？你可能出外食。但是你可以買一些有機的菜，其實現在是有不同的地方有賣的，即是我感謝主。那你呢就用個盒子將那些有機菜洗了放在盒子，然後你出去吃的時候你都吃了那些菜先，然後你先吃飯呢，就會幫助我們更加健康的。這個是一個我們可以用的方法，或者是蘋果啊，即是有皮的生果，或者如果是有機的，那你日頭帶住嚟食咧，咁都係一個健康嘅方法嚟嘅。好，咁又跟住有啲人就沉迷上網啦。有時有啲愛主基督徒都沉迷上網嘅喎，沉迷上網即係上網咧，佢猛咁喺度搜尋嘢，但係搜尋嘢嘅時候咧，變咗一種癮啦，喺度有嘢又唔想瞓覺，又唔知道做乜嘢，咁啊篤下篤下篤下呢度篤下嗰度，即係呢個可以成為一種嘅一種習慣。即係呢個咧，真係我哋基督徒有時咧不知不覺地會養成一啲咁樣嘅習慣嘅。咁遊戲機啊，即係睇你哋嘅年齡，可能你哋唔係咁想遊戲機人嘅，即係睇年齡應該係。但可能你哋啲教會嘅弟兄姊妹或者你屋企人咧，有啲係上咗啲癮啊，咁都係影響佢嘅生命啊，或者係色情。即係真係有啲好願意喺教會參與嘅弟兄姊妹。是有看色情房的，有的，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。即有人会是一方面去祈祷，但另一方面会上网看色情房，因为太容易，一看的时候很容易会即看下去。那在我来说，一看我即刻就不看了，即刻望开，因为我知道是破坏我生命，是很宝贵的。即我不容许它，还有我不容许它留在我思想。即有时呢，他會自己走出嚟，第一就有啲網自己走出嚟啦。即係你譬如，如果你用親大陸個網咧，佢全部咧都係有呢啲色情嘅喺度嘅。同埋就算搜尋，因為我嗰時 PowerPoint 我有啲圖畫噶嘛，咁啲圖畫揾嘅時候咧，佢又梗有啲色情嘅圖畫喺度喎。咁我一睇咧，我就唔望嘅。咁同埋佢個意念一喺度，我即刻叫佢走嘅，即係唔好再諗啦。咁呢個就係我哋要去處理，即時一秒鐘即刻處理。嗱，有啲基督徒咧就會另一種情況就係、是。我又忘咗啦，又衰咗啦，嗱呢個就係指控啦。哎呀，真係唔好啦，我真係污穢啦。呢個就係神想我哋做嘅，神想我哋留喺個內疚裏面，即刻求耶穌赦免，即刻斷絕，咁咧就冇事啦，唔使話。哎呀，我又衰咗啦，我又唔得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呢個指控啊，大家有冇發過呢個指控嘅聲音啊？有時一做得衰衰地咧，同人講句説話就猛咁指控。咁你衰地咪即刻認錯，或者即刻啊神啊幫助我放手啦，赦免我啦，咁我哋就可以放手啦。啊，即係有啲人係低層嘅習慣啊，即係容易總係一起身，其實人都會嗱，我講我自己都會有喎，我唔係一起身低層，而內中唔知點解咧無緣無故，或者有緣故，有時有啲人對我哋唔好，忽然間諗嘅時候，哎呀，真係唔開心咁，即係一下子就出現啦。咁我就即時處理嘅，即係我習慣一有唔開心，我即刻知道係唔好嘅，我即刻處理。咁希望嗱呢啲提醒大家，即係話我哋以上講嘅處理內心，呢度講到咧就係行為上啦。我哋有冇啲咩係影響我哋啊？或者有啲基督徒咧好愛主喎，不過有愛主又發脾氣，咁你點可以愛主又發脾氣咧？佢好緊張，教會做得好好啊！哇，嗰啲組完咗都唔好啦，即刻話佢啊，好猛啊！佢又需要愛主嘅心喎。不過脾氣處理不到，咁係好多時係造成一種破壞。即有時領袖都會有呢種情況嘅，或者基督徒嘅夫妻都會有呢種情況。咁其實咧，我哋都有呢、這個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呢個聰明智慧。我用個例子，如果嗰個唔係你嘅老公老婆，嗰、那個係你今次識嘅朋友，或者你帶佢信耶穌咧，佢有咩出錯咧，肯定你唔會鬧佢。
但係點解老公要會鬧慣咧？點解你覺得，唉，我都睇佢衰咗咁多年啦，佢係咁噶，於是睇死佢，於是咧就會好容易成為發脾氣。但係其實咁啊，立立你老公嘅懷念最寶貴嗰個人，即係喺世界上啊，係最寶貴嗰、那個。如果我哋真係對佢好嘅時候咧，其實係自己得益處嘅。所以我有時我都會同太太講，我真係好珍惜你，我真係感謝神，你神賜你將你賜俾我，即係我真心我覺得係好好嘅。佢真係一個好溫和又好有智慧又好有聆聽能力。我有啲咩重要人要見或者開咩會咧，我帶埋佢咧，佢實講啲嘢俾我聽，我有時聽漏嘅嘢嚟嘅，一個好感謝神嘅。佢又好正面嘅，又時時鼓勵我安慰我，咁我好珍惜嘅，因為真係一個大禮物嚟嘅。所以你周圍嘅人應唔應該珍惜啊？譬如我哋嘅組長啦，我哋嘅周圍嘅基督徒朋友都係應該珍惜嘅，係咪？但有啲人唔係喎，有啲人嘅壞習慣係咩咧？好容易得罪人嘅，好快脆又同人反面嘅，或者同人疏遠嘅，唔能夠建立關係，呢啲都係一啲人嘅問題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想發揮整個神嘅生命咧，係包括處理個人所有各方面嘅問題嘅。咁可能你話：哇，好難喎，點做到啊？哇！咁難，其實唔使咁諗，而係話咧，呢啲係垃圾，垃圾梗唔要啦，唔要垃圾，做神要我哋做嘅事咧，自然嘅生命就豐盛嘅，係會一定好嘅。成日都話俾自己聽正面，我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神有好計劃係好好嘅，咩困難唔緊要嘅，係最好嘅，一定祝福嘅，即係成日都睇好嘅，就唔會哎呀又要做呢樣，哎呀又要做嗰樣，我唔會咁諗嘅。我一定咧係用正面嘅眼光去睇。大家你聽到會唔會覺得困難嘅話，即係你會發覺自己嘅思想係用正面啦，因為成日都哎呀又衰咗啦，哎呀好難噶，哎呀好難噶，做唔到噶，會唔會咁樣諗咧？亦話得嘅，可以得嘅，你哋通，我嚟問啦。我咧就係、是、大部分素食，就唔係全素食，我就食魚嘅。魚咧就係、是、啊，佢唔係買，因為我太太嘅父母一齊住，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食咩我食咩，不過佢都係食得好清，佢知道我又唔食肉乜滯，所以佢而家都冇乜煮肉嗰陣時都唔要我食噶啦，即係多數食魚。因為魚咧係算係肉類嚟講，算係比較最容易消化嘅。咁另外其實菇類亦都係容易消化嘅蛋白質嚟。咁咧我以前咧我就禁食多啲嘅，我而家就少禁食期到，但係咧個原因係有部分因為健康嘅原因，即係我曾經禁食咧就變咗即係嗰啲人哋話我瘦到好似骷髏骨咁樣，咁我翻嚟香港時候頸又瘦曬咁樣，咁但係呢個咧就。禁食期都是好的，即我以前是曾經做很多，但我覺得呢個心清的時候呢，當你肯安靜禱告都不是一定要禁食，但也可以禁食，即我是因為健康緣故而少禁食，即我覺得即我身體需要那些營養，但我呢有食的時候吃得清淨。 okay， 好，我主要想問你們就是處理這些就是我所說個人那些不好的習慣呢，你覺得困不困難？困難，例如咧，即係你諗到咩困難啊？困難喺邊度咧？可唔可以講得出嚟？即係純服神呢個困難。OK， 嗱，呢一個係一個我哋要自己喺裏面搞清嘅一樣嘢，純服神喺好多人嚟講的而且確好困難。但係當我哋深信神嗰個計劃最好，神最美善嘅，即係呢個係冇根，即係一定要基礎相信。神好美善，神有祝福，神嘅計劃好到不得了嘅。唔行佢嘅路咧，自己行呢條路咧，就根本係一定有困難嘅。因為係用人嘅方法，就實係有人嘅問題。大家都留意到嘅，你有冇留意？當你冇信服神嘅時候，自然喺內心出現問題，人際出現問題，事情出現問題，人生又好似冇乜意義，冇乜目標，冇乜達唔到咩意義。有沒有人發覺越不跟從神就越豐盛的？有沒有人發覺這樣？我就發覺越不跟從神就越有問題，越跟從神真的又平安又喜樂又有動力又有神的祝福。所以呢我就定義，如果我想得福
就係行神嘅路，同埋亦都定義就係話，我想發揮生命，亦都係跟從神嘅路。係無論用咩角度去睇，咁其實有幾個動力嘅。有啲人嚟講就話，即係遵從神就因為聖經吩咐唔做唔得，跟住咧得罪神呢、这個一個層次啦。但另一個動力就話、是、親近神咧，神一定祝福嘅。但另一個動力咧，我自己嚟講就話、是、神咁好，我係時時都諗到神嘅意思。我好中意神，所以我好中意做神叫我做嘅事。我覺得嗰啲係好好嘅，所以我好自然地咧會跟從神。OK， 好。有冇人講到其他或者你覺得困難嘅處理嘅一啲壞習慣？譬如有時同一個人嘅關係，好似好難改變咧。咁呢樣嘢咧就要去分辨到啦。嗱，譬如中間可能有人啦，你同你嘅屋企人啦、你嘅丈夫、妻子或者仔女，時時都有一種發脾氣嘅關係。咁呢個係一個壞習慣嚟嘅。見真佢咧，就一見到佢啲嘢就想發脾氣㗎，想鬧佢㗎。咁點算呢？咁首先我哋要分辨，敏感到自己會發脾氣，又知道佢有破壞性，因為要破壞關係，亦都令到對方唔想改嘅。咁然後咧，用聖經處理人，就係我願平靜去。其實呢一個咧，就係講到溝通問題，即係話能夠聆聽佢。譬如佢有時我哋唔順眼佢啦，即係成日都唔聽話，又唔讀書，又唔做呢樣，唔做嗰樣嘅嘢啦。咁佢就你唔讀書點得啊？你將來做乞衣㗎啦，唔得㗎啦。你咁咧，你喺唔諗你自己前途咩？咁即係咁嘅時候咧，佢越逼佢哋越反抗。但如果我哋同佢傾偈啊，即係每一件事佢面對，譬如佢讀書嗰件事啦，咁問下佢啊，你覺得讀書點樣啊？咁佢話係好難啊，唉，冇心機讀書啊。咁你知道即係敏感到呢樣嘢，咁可以回應喎。嗱，回應唔一定要教佢，好多人哋會教嘅。點可以啊？冇心機讀書你？做人冇意思噶啦，將來你唔成功噶，我哋就會問佢，就會咁樣回應啊，即係感受嘅感受。係啊，我知道冇心機讀書，要讀書係好慘。嗱，我唔係認同佢呢樣嘢，我只係話我知道佢呢個情況都會咁啊，然後先至去同佢思想點樣揾解決方法。咁你有冇諗過你將來人生點樣樣咧？如果你冇心機讀書，將來會點咧？嗱，呢度。呢個是一個溝通上嘅，將來我都會喺呢度都會教到一些溝通上的。其實呢一點遲啲會有講，唔係今日講嚇。好多時我哋用強迫性的方法去逼迫佢，反而佢唔改，鬧佢又唔改。但係我哋聽佢講，唉，讀書好辛苦，我哋就唔好話咁辛苦。你成日都話辛苦，咁點得咧？即係唔係用咩方法又話？我聽到你好辛苦，我知道讀書好辛苦嘅，我都試過讀書好辛苦㗎嚇。即感受佢嘅感受，回應佢嘅感受，而支持佢意思，即係話我明白喺呢個狀況會唔開心嘅。咁但係咧，又同佢諗喎，嗱咁你讀書又咁辛苦，咁點算咧？第日會點樣樣咧？就同佢諗點樣去，即係同佢討論啊！大家我點樣揾一個方法咧？點樣可以有動力咧？同埋幫佢睇到你嘅生命好寶貴嘅，你係好特別㗎，即係成日都話俾佢聽，你係好特別㗎，你會將來發揮你嘅生命咧，祝福好多人㗎。你的生命是神特別設計的，成日都告訴他聽。我以前認識一個基督徒，他成日稱呼他的仔和女兒怎樣稱呼，乖仔，乖仔過來，乖女兒過來，時時都是這樣的，即時時都告訴他，你是很寶貴的，你是即時時將一種很正面的觀念放在心裡，並且告訴他，你呢、你將來可以大大發揮的，你想不想讓他看到神的計劃，這樣的時候他就會很正面。呢、这個係用聖經處理，即係聖經裏面教導關於、生命嘅神嘅計劃。咁所以我講到整個輕鬆得勝，唔係淨係一個理論嘅，係你日常生活成用。體恤係咪體恤？唔係體恤係好嘅。凡係得罪我哋嘅人，我哋都體恤，唔係代表佢係啱我。我體恤佢，因為佢俾人傷害過，所以佢會傷害我。體恤佢都係俾呢個捆鎖嘅。我體恤佢，我就會明白佢。我就會接受他會這樣發脾氣，於是我就去祝福他，求主赦免他，就算他不改我都祝福他，我都要說他，是對的。其實呢，我想說你所有聖經觀念加在一起都 OK 的，即絕對是 OK 的，即是我現在給你一套、這些教導，不是代表是有了所有的東西，你是將聖經裡不同的範圍是 OK 的，只要合乎聖經就可以了。即我們時時要去思想，即我經常都思想過這個人有問題，我怎樣處理呢？
咁我就會用聖經嘅方法，始終都係祝福，唔好影響影響，饒恕唔好介意，又體諒咁樣，有同理心啊。聖經都講到，與哀哭嘅人同哭，即係有同理心，係咪？好啦，即係呢個處理壞習慣啦。咁同埋咧就係改變個行為啦。以弗所書四章廿八節，從前偷竊唔好再偷啦，只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，就可以有餘分給那缺少嘅。即係如果我哋做一樣唔好嘅，譬如我哋同家人鬧緊交嘅，咁正面係咩啊？變咗做乜嘢？要講要講，唔係淨係唔鬧交，仲要點樣講乜嘢話？正面嘅説話、愛心嘅説話、關心嘅説話，即係就要去計劃個。其實要計劃嘅，你寫低，我哋係要計劃點做。譬如我哋想屋企人好，譬如嗱呢個禮拜係母親節喎，咁你諗下有啲咩人做喺母親身上，唔係淨係同佢鬧交喎，係咪？做一啲嘢喺佢身上。要計劃一下個時間，計劃一下我同佢幾時去同佢一齊去食飯啊，同佢傾下偈啊，啊唔好淨係食一餐飯就算啦，即係諗下我點樣去祝福佢咧咁樣，咁有個計劃去點樣發揮，即係去用聖經吩咐嘅行為取代嗰啲唔好嘅行為，咁呢個係好緊要嘅。即係譬如我哋以往係中意低沉嘅，咁要用咩取代嘅？喜樂係啦，感恩喜樂。如果是不滿足的，用什麼取代啊？大聲說，不要緊，誰說都可以，不滿足，滿足就滿足，是吧？知足，是吧？其實 很簡單，我想你出聲解釋，不出聲呢？不出聲要怎樣啊？要出聲，出聲得大多呢？寧靜一點，安靜一點聽人說話，是吧？即是我們要看看，我們衡量我們的生命，那你就死了，我不懂衡量。你問下你好朋友知㗎啦，我有啲咩可以改善咧？咁咧佢就會可以俾啲提議你嘅。呢個係一個人生嘅進步一樣嘢喎。人總係睇漏啲嘢㗎。我自己都係喎嗱，我其實我識聖經好多，我人生經驗有好多，但我都發覺唔知點解硬係睇漏好多嘢嘅。總係睇漏好多嘢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又感謝神俾我太太，並且有你哋弟兄姊妹，你哋睇到啲咩又可以話俾我聽喎？係咪咁樣好啲啊？因為人。總是不是好似神有曬所有性情是完美的，人總是有呢樣就冇嗰樣嘅。譬如我嚟講，我有方向、有動力，但我咧係一個缺乏詳細計劃，我行政是一個藥房嚟嘅，即係冇一個人是咩都好曬嘅，每一個人都是必定有佢嘅強項、弱項，所以我哋需要同人一起配合嚟到去揾出我哋有咩強項、有咩弱項。好啦。以賽書內一章一節一齊講啊，被報告被掳的得釋放，被囚的出監牢。我哋要敏感到我哋生命有咩捆綁啦？捆綁好多類型嘅，內心嘅捆綁啦，覺得自己冇用，但冇用呢個係一個常常有嘅基督徒嘅問題嘅。呢個出嚟咗見證啊！哎呀，唔得啊，唔得啊！哎呀，唔得噶，我講冇用噶，冇用噶，有冇呢種嘅意念？明明有時經歷神嘅工作喎，但係好唔肯講喎，係真係有經歷喎。大家有冇試過係有經歷可以分享，唔願意分享？有冇試過？有冇試過？嗱，唔出聲。有冇試過？係有啊。點解咧？因為裡面有一種大話喺個裡面捆鎖住，就係我唔得嘅，我出嚟講冇人中意聽嘅。哎呀，太魚啦，太醜啦，係咪啊？但我想問你，這個觀念係咪好嘅咧？哎呀，我出嚟講唔得嘅，這個係唔好嘅，因為這個就係魔鬼。即係我哋好多時基督徒做咗魔鬼要我哋做嘅事。好啦，我哋有咩捆綁咧？內心嘅呢個捆鎖，一啲嘅謊言，一啲大話，我冇用嘅，我做唔到嘅，嗰個人衰嘅，係呢個教會都係唔好嘅，呢個社會係即係呢個世界太黑暗啦，即係好負面嘅，用神嘅路唔得嘅咧，神未必咁快幫你嘅，即係嗱呢個我哋未必會講出嚟，個心就硬係話呢度得啊，而家冇錢喎，神點會咁快幫我嘅？即係個心願就係。嗰啲困難太大啦，唔厭嘅，即係會有呢種嘅觀念。咁呢個係一種捆鎖喎，或者一個行為，或者成日覺得嗰人唔好嘅，同佢有種惡劣嘅關係嘅。即係如果我哋去留意嘅時候，我就睇下我裏面有咩捆鎖。另一種捆鎖咧就係中意辯駁啦。人哋話咩錯咧，唔肯認，咁呢個係一種捆鎖啊，好難認自己係錯嘅，好難話人哋講嘅時候多謝你提醒我，我真係要留意，即係好容易會堅持己見啊。或者有啲。關係啊，始終係冇釋放到嘅，或者咧係我自己嚟講，我覺得兩樣要做嘅，就係思想同埋心
思想的釋放和靈的釋放。因為當我們犯罪的時候，可以被靈界的克制的，但這個思想釋放的事，譬如那個人沒有釋放思想，經常跟人關係不好，跟著你跟他做什麼祈禱呢？他釋放了回去又發覺了，他就立刻會用的。所以又要做思想的釋放、教導的釋放，亦都要做靈的釋放，就是禱告親近神、聖靈充滿的時候，是可以將一些污穢的邪惡勢力在我們生命中是拿走的。因為呢，我們未信主的時候都是邪靈在我們生命運行，當一個基督徒不聽神的話的時候，亦都會可以被魔鬼臨地步，好像彼得那樣，他會否認耶穌，即是魔鬼會透過他說話。你覺得基督徒有沒有有時說話喜歡魔鬼的？這個都是即裡面會有聲音，所以我們都有被魔鬼影響，我們求主耶穌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捆鎖。好，那我們呢，一聽先，是你說。以弗所書第二章一到二節呢，是講到呢，在未信的人呢心中運行的邪靈，邪靈是的而且確運行 在人的心中。未信的時候，信主之後，我們問一個問題，我們以往的思想模式、以往的怨恨、負面思想、對人的態度，有沒有信耶穌之後即刻改曬呢？咁如果以往喺度咁做嘅時候係魔鬼喺度驅使，咁以後如果我哋都係咁做嘅時候，都係俾魔鬼驅使嘅。即係所以聖經又講到不可給魔鬼留地步，即係話基督徒真係犯罪係可以俾魔鬼留地步嘅。即係但呢種影響係乜嘢咧？就有不同嘅睇法。但係總之佢會有影響，所以耶穌會同彼得話，即係撒但退我後邊去吧。咁同埋亦都咧睇到猶大出賣耶穌，咁啊邪靈入去咯喎，撒啊舊約嘅掃羅又係邪靈入去個裏面啦。當佢即係佢到地嘅時候，佢心裏面咧離開神，聽神嘅話嘅時候咧，邪靈入去個裏面。所以咧嗱，但我唔能夠話即係基督徒係咪有啲邪靈充滿佢咧？我唔會咁樣下一個判斷，我唔知道係乜嘢，但係我知道有種影響力。咁呢樣嘢係需要釋放嘅，即係犯罪咧係可以有一種邪惡勢力控制住嘅。有冇發覺基督徒有時嗰種怒氣啊、敏感啊，係好自然地流露出嚟嘅？咁呢樣嘢咧，喺我嚟講咧，我自己咁樣嘅，我就覺得咧，愛慕神、親近神、放低所有嘅罪，日日親近神嘅時候咧，其實邪靈係會離開嘅，即係佢唔會能夠喺我哋裡面有一種影響力嘅。我就覺得最有效咧係親近神、處理生命、讚美神。但係的而且確，基督徒係會，譬如有時大家會認識某啲基督徒喺教會裏面咧，成日做破壞嘅，刻意同教會破壞，不斷嘅做一啲唔好嘅嘢，講一啲唔好嘅説話，即係佢裏面真係好似俾魔鬼用咁樣。咁到咧佢係俾魔鬼，即係佢講嘢，你嬲嗰人，咁佢就係我要嬲佢，即係咁做啊！其實即係魔鬼同埋我哋嘅罪咧，係手拉手嘅，即係點樣嘅關係我就唔識得講。但係聖經所以要講到冇俾魔鬼留地步啫，係有關係。而即係先我講三個例子咧，彼得、猶大同埋舊約嘅掃羅都係有因為犯罪而有魔鬼留地步嘅情況嘅。所以係有，不過咧係到底係即係有啲人不同嘅解釋，有啲就話邪靈入咗裏面，有啲就話邪靈嘅影響。或者某程度的控制，即是到底是怎樣解釋呢？我不下一個判語，即是這個在神學上，即是我不能夠達到一個結論。但總之我知道，如果我繼續犯罪，一個人繼續犯罪，他是可以的生命的源多魔鬼的工作。所以我們呢就去悔改認罪，求耶穌充滿我們，釋放我們，讓我們心靈輕省，也都將任何的邪惡勢力趕走。 OK，好，咁人哋即係你先講到都係個人嘅健康問題啦。提前四一八節，操練身體益處還少。咁但係益處還少都係有益處啊，係咪？都係重要嘅，都係尤其即係如果我哋在世上，如果幾廿年都有病咧，就好淒涼嘅。但如果我哋咧能夠身體健康係好嘅。咁我發現一樣嘢喎，運動嘅益處啊，我試過喺度諗，講到諗極都諗唔到，即係諗唔到啲新嘅 points。
跟住佢打波啦，打嗰時咧，嗰啲血液運行啦，跟住好多意念出嚟喎。跟住咧，我打完波咧，我就去寫低佢出嚟。即係原來咧，當我哋嘅身體健康嘅時候，血液運行嘅時候，個人思想更加好嘅。咁其實如果你喺附近有公園或者有山咧，你一行，然後咧行嗰山咧又運動，然後你又祈禱咧，一舉兩得喎，又運動又祈禱。咁呢個係保持身體健康其中一個，即係我哋做好我哋嘅好管家。好，今日所講嘅都係講到處理個人嘅嘢，啊，下一次就講到同人嘅啊關係啊之類嘅。有冇人有問題啊？有啲你處理嘅覺得好難處理嘅，呢個事實，寬恕係困難嘅。咁咧就我哋需要不斷咧同自己用聖經同自己講嘅，用聖經處理。呢個德勝無窮第三個內容聖經處理，就好多嘅意念可以講嘅，即係諗到佢其實呢個人咧以前都受咗傷害，想佢傷害我啦。嗱，呢一個觀念咧就係首先其實幾樣嘢嘅，第一就係相信人人都有罪。譬如我自己，我係牧師啦，我又靈命更新啦，聖靈充滿我啦，係咪我裡面冇罪嘅意念咧？唔係。我有冇有時個心裏面會對某些人的做法有一種的怨恨和抗拒呢？有的，不過我知道他錯，所以我即刻處理。但我都告訴你，以前我未曾聖靈充滿之前，我是有時容許我裡面一些負面思想繼續留在心裡，因為當時我未是那麼透徹去對付罪，即是我都承認我以前呢是在不同的罪上讓步的。那我們當我們體恤到，即是好像如果我用一個另一個睇法，假設你有一日神呼召你傳道，咁你真係傳道喎，咁我想問你，你做咗傳道之後，你係咪即時咧，你啲罪又冇曬咧？都會一樣有嘅，一樣有。所以咧，咁嘅時候我哋就相信傳道牧師都會有罪嘅。咁但係有啲牧師咧傳道咧，佢就更新嘅生命啊，嗱更新嘅程度嚟嘅。即係你唔好話一定係聖靈充滿咧先更新嘅，有啲冇聖靈充滿咧，但係佢成日都處理生命，佢一樣係更新嘅。佢又真係好委身，即係唔好限咗話聖靈充滿一定嘅掂，唔係一定嘅。有啲聖靈充滿咧，經歷聖靈唔係代表佢一定整個人係幾聖靈充滿。好啦，我哋接受人都會有呢樣嘢，咁於是會體恤佢，其實咧佢亦都有佢壓力啊。呢、這個即係佢梗有佢壓力，佢有佢嘅困難嘅，所以佢亦都會唔開心嘅，佢亦都唔識得處理嘅。接受到的時候咧，我哋就話，即係其實人人犯罪都唔出奇嘅。係啊，的而且確嘅。我識得有啲人話俾我聽，有啲地方喺宣教嘅地方係點樣咧？有啲牧師咧食煙飲酒啦，係有一個牧師咧，佢做咩咧？佢同一個女人有外遇啦。跟住啲教友去講啦，佢跟住揾人打個教友啦。咁有個人同我講，咁我話你咁嘅情況咧，我覺得呢個牧師真係唔係行成個路。我即係喺普通情況我都唔會鼓勵，即係會咁樣講嘅。我話你如果你行惡分別，覺得佢真係唔係行成個路，我覺得你應該離開啦。即係佢會揾人打人咧，呢個真係好離譜。即係人去有罪嘅時候咧，去到嘅程度有時我哋好難想像。當然可能有啲人話佢根本就未得救啦，即係。會咁做法，但係就算一個得救基督徒咧，有時佢一個牧師咧，佢當有啲教友同佢一路對抗咧，佢又會諗啲方法對抗佢嘅，即係人就會有呢種嘅自然反應。即係我哋你越識得多牧師傳道人咧，你就知道其實傳道人同我一樣嘅啫。咁但係咧就有啲傳道人真係處理生命嘅，咁我哋體諒到佢嘅時候就話，即係能夠接受。咁我哋呢個佢嘅問題，我唔使孭住嘅。是他的問題，我就做好我的部分，因為我不饒恕人，因為我神饒恕我就慘了，所以我一定去饒恕人的。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處理的，給他影響。我們沒有力量，你就耶穌幫助我釋放我們，讓我們真的能夠去饒恕。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處理的一個範圍。